这个是红秧，啊，这个是，这是做那个定朝的，哦，好，机关做了，开机关做哈，哦，就是他开始发明的哦。那他以前那一个小孩子啊，就一点臭虫卵而已啊，结果，我有看，点点啦，那讲话啦，你，我做错课本啦，你没课本啦。他很活泼啦，这个阿伯我领过来，我塞这个。对啊，你我都活泼啦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是哪里开玩笑，还是开玩笑没关系的。你讲，你会讲，你讲，你讲起来。啊，讲讲。哎呦，看书啦，不然都不讲，我有点菜。好看看。给他看了，给他讲，好来，阿公说讲，给他讲，给两分钟给你讲。他的儿子啊，就是臭头，一剪现在臭头卵硬。我总不说对有脏器，痔疮，所以爱用地跟不爱用，痔疮，痔疮长在屁股啦，这个头的人你臭头啦。来，那个公安的电槽，按那剪来。来，来这边槽哦。哦。这个叫活泼啦。烂力头。烂力头。来，这个叫电槽。这再摸一下，这个三角形的，它一百，白肉粽那款的是不？较早白肉粽的，180公分，哎，肥肥。无，较早是白肉粽那款的是不？白肉粽是这咸草，哦，无同哦。无同，我跟你个哥讲你听，那咸草是扁的，哦，这，哦，这叫，啊，那款是做榻榻米的，圆面，哦，啊，这是开花180公分，一百。哎，开花，哦，那么最主要是秋草三分。